是星光队员周迅。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呢，是由电影频道发起的，百余位电影人共同参与的大型扶贫公益活动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。去年的教师节，我跟随星光行动到了昭觉的大凉山。那调研结束以后，我也深刻体会到孩子们要走出大山的天梯还很长。我来这儿一趟，孩子们的生活就会变好了吗？会立即会有很多人来支教吗？我到底能为这儿的人都做些什么？刚才我们说只是昭觉一个县，这里多大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得想一些别的办法。你不想爸爸吗？扶贫路上教育先行，让我们一起给大凉山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